再来我们看第二题哦。如果12分之空格啊是一个小于1的最简分数，那么空格可以填入哪一些正整数？这里呢，它是小于1的最简分数，代表它有两个要求。第一个呢，它必须要是小于1。第二个呢，它必须要是最简分数。好，那什么东西叫做它小于1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哦，它告诉我们说，这个12分之空格，它必须要小于1。那这意味着上面这一个空格啊，它只能等于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，一直到11。不能等于12，为什么？因为12分之12就会等于1，它就没有小于1了。所以我就知道第一个条件小于1，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只能1到11的整数。接着呢，第二个条件它告诉我们说它必须要是最简。12分之空格它要是最简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12啊是2乘以2乘以3。所以我知道这个12呢含有因数2跟因数3，它含有子因数2跟子因数3。如果它是最简，代表不能再约分约下去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句话就要求这个空格里面不能是2跟3的倍数。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它不能是2跟3的倍数，否则它就不是最简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就要把1到11里面2跟3的倍数给删掉。我们先把2的倍数给删掉，2, 4, 6, 8, 10，接着删3的倍数，313, 326, 339。那删掉了以后呢，剩下哪一些东西呢？删掉了以后啊，我们就只剩下1, 5, 7, 11，所以空格可以填入1, 5, 7, 11。我们可以检查一下，就是1/12、1/12、1/12跟1/12，是不是每一个都是最简啊？所以第二题的空格可以填入1, 5, 7, 11。